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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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敬大家阿弥陀佛啊！啊，我们看课本，第十四页啊，讲到中间这里前面四五六六一七行这里。那么释迦牟尼佛的僧团啊，后来啊第四年，这个舍利弗目犍连啊加入这个僧团里面。这个时候啊，出家弟子我们说过啊，那么他这里写1250人啊，不是啊，这个时候已经有1300多人啊，因为还要再加上大加舍那三加舍的1000人。舍利弗目犍连的250人，然后再加上耶舍有55人啊，然后五比丘啊，然后还有三个人啊，就总共1300多人。然后因为前面的63个人啊，那佛陀叫他们啊去一个人走一条路去度众生，那所以就剩下他佛陀自己一个人。去度三加舍，度完三加舍之后啊，然后后来度舍利弗目犍连，那么这1250个人变成常随众啊，那前面的60几个人，那么已经就是在各地度化众生，所以加起来不是啊1250人，是有1300多人啊，因为还要再加63个人啊，所以就1313个人啊，已经有这么多人了。那1250人是啊，盖佛身边的常随众。那么世尊以法摄身，使出家众过着和乐清净的集团生活。那他说，僧伽是众，是有组织的集合，在僧伽中人人平等，依德化的法治借力而助。那。彼此间互相检测，互相教诫，互相勉励啊，相教相戒。在和就是团结，乐就是身心安乐，清净就是制度健全的这样团体，身体是团体，努力于修正及教化的活动。那么修正啊，就是一般道场就这两个功用啊，一个就是安身办道啊，那么自己。啊，那么一修行可以得解脱，了无烦恼。啊，一个就是弘法利生，啊，就是自觉觉他。那通常就是这两个目的。啊，所以他说修正及教化。那么这里讲到这个依法摄身，然后有所谓的啊戒律而住德化法治。那我们要知道，佛陀一开始并没有自戒。一开始只是啊，那么略教戒啊，就是修行啊，要关照自己的身口意，然后这个要理解佛法的缘起啊，无我啊，并没有所谓的自戒。自戒依四分律说是12年后啊，12年后才开始自，那么也是一条一条自。有饭才治，没有饭就没有治。所以佛法基本上是以法摄身，大家依着共同的目标啊，那有所谓的啊，那有所谓的这个和合的这样的一个性质啊，就是说大家依着共同的目标，那么来一起修行，那有同样的方法，那么这个在阿含经里面。都是这样讲啊，大师及弟子，以法摄身，
这个僧就是僧伽的简称啊，当然就是佛法的僧团，那我们皈依僧的僧，僧伽啊，以法摄僧，那么摄受这些佛弟子啊，这佛弟子基本上的统称叫做僧伽啊，他基本上是这样啊，在《阿含经》里面常讲大师级弟子。弘法、弘趣、弘义、弘威，弘法、弘趣、弘义，应该是这么说。弘法、弘趣、弘义、弘威。那弘法啊，基本上就是大家都是依着这个法来修行啊。我们说过法啊，最主要的。最主要是佛所证的以及佛所说的啊，那么依佛证的这个真理，了解了这个诸法的实相，然后告诉你啊怎么样去证的这个诸法实相，这个法啊，同法同趣同义啊，法同法具同趣义同义，什么叫法同法具同趣义同义啊？那位同位，同什么位？同一解脱位。那么依此而有的，依法而有的这些僧团，后来我们就叫做六合境的僧团，六合的僧团。啊，和合安乐清净，这个是和乐境，这个是这个佛的僧团里面啊一个特质。那么通常六合里面啊，我们说理合，应该讲四合理合。那么因有这个四合，而有这个理合。理合同证啊，就是一个团体啊。理合同证，那么四合里面啊，基本上啊，这个戒见力戒见力身口意戒合同尊。戒合同尊，或是叫戒合同修，戒合同尊有同样的规范，同样的规矩。那一开始就是略教戒啊，后来啊一条一条字啊，然后见合同解，立合同君，身合同住。口合无证，意合同愿啊，依这个四合而理合同证啊，那基本上他因为这样而造成所谓的和合啊，有所谓的因为和合啊，那么所以安乐。那么有依这个法，所以他能够调和烦恼，彼此没有互相障碍，彼此没有互相障碍，而且可以怎么样互相成就啊？你不对我告诉你，我不对你告诉我，你告诉我的时候我也感谢你，我告诉你的时候你也感谢我啊啊！那么彼此依着同佛陀的弟子啊，那么都是依着佛法修学。那戒律里面常说的就是同一师学如水如何，都是依着法依着佛法修学的，如水如何，水跟乳完全合合啊，水跟油就没有办法合了啊，那么基本上是这样，如水如何啊啊，这个合合啊，这个是当时啊，佛弟子，那当然越到后面，佛弟子越多，问题就越多，啊，那就开始，因为大家开始不一定啊有同样的观念，那行为也彼此差异很大，那比较早期、比较优秀的，基本上都因此得解脱了。那有些善根比较不具足的，啊，
那后来开始有所谓六穷比丘啊，那就开始他都不遵守规矩啊，然后就是找那个法律漏洞、戒律的漏洞啊。但是即使是这样，六穷比丘也有两个证阿罗汉啊，啊，一个是马术，一个是这个迦留陀夷啊。那基本上这个是当时的一个情形啊，同法同具同欲同位。和和安乐清净，因为他没有一些障碍，也没有一些困扰啊，那彼此在一个很和谐的情况下，大家彼此互相成就，不会互相障碍啊。那你不懂的我告诉你，我不懂的你告诉我，你不会的我告诉你，我不会的你告诉我，我不行的你帮我，你不行的我帮你。那并不会有啊，就互相扯后腿啦。你比较好，我就眼红啊；我比较好啊，你就眼红啊，也不会有这样的。那这个其实是大家彼此的那个素质啊，那么要差不多啊。那彼此有共同的目标啊。那你比我好，我向你看齐啊；我比你好，我努力带领你啊。那我比较啊，我的能力好啊，那么。我就担当你啊，那你的这个智慧高，你就包容我啊，基本上是这样。那这样是一个很好的生团啊，可是这些都是要大家彼此有共识啊，有共识是很重要的啊。那如果没有的话啊，你看不起我，我看不起你啊，那你也看不过我，我也看不过你，那这样基本上单单因为共住的人的烦恼你就增加了，你自己的烦恼呢？本来有的烦恼没有解决，后来有的烦恼又不断增加，那要怎么样解脱？那就不能解脱了啊。所以说你本来有的烦恼，你修行就要对治本来自己的烦恼，可是你现在又看不到自己的烦恼，又因为别人，又因为境界，我们说生人法人嘛，啊，环境的烦恼，啊，太冷啊，太热啊，太脏啊，啊，那么吃的不好啦，啊，不习惯啊，等这种种，这个是因为环境的啊。还有因为众生的有情的，所以才会有叫做生人跟法人。那么你不会在有情，你不会在有情的身上啊起烦恼，也不会在环境的事上起烦恼。所以叫你要生人法人，那么你才有力量，你才有力量对治看清楚你自己本身的烦恼啊。你不会在既有的烦恼上又增加烦恼，而且能够消除渐渐。看清楚自己的烦恼，消除，因为你的力量都是来关注、关照环境，让你的不舒服，众生让你的不快乐，你的心力都分散在这里了，你没有其他的心力，没有多余的心力用来对治你的烦恼，那么你就这样无形之中，你自己本有的烦恼加重加粗，又增加新的烦恼。就不断在增长烦恼，那怎么可能？那么因为你带给别人烦恼，别人也带给你烦恼，互相烦恼就变成怎么样？互相障碍。那这样当然没有办法，因为没办法和合，最重要是没有办法跟法和合，心不跟法和合，所以一开始要叫做依法摄身。那你不了解佛法，你认为的佛法就是哦固定的早晚课啊，那么有事情就念佛拜忏，不是的。佛法最重要的都是要啊调伏你的烦恼，断除你的烦恼啊。有烦恼你就没有办法得解脱，没有烦恼你就可以得解脱。烦恼有两大类而已，观念上的错误，行为上的偏差。那这一些你知道了，和合的目的，它就是让你。的心力啊，因为你过得安乐啊，那安乐不是吃好的住好的啊，那不是这样啊，而是你的心情上，你的心态上，那么你很安定，那么你能够以法，你能够在佛法中得到喜悦，叫做法乐。那么你先要理解佛法，就是你的观念要跟佛法结合，你要有佛法。你才能够得到法乐，法喜法乐啊。那么因为这样，你的心安乐，你的身也跟着安乐
那么就安定，就安定，安乐。那么这样之后，彼此就是偶尔有烦恼，那么彼此会互相包容，互相提醒，啊，互相引导。那这是这里讲的什么？彼此之这个叫做依德化的法治。那么彼此之间怎么样？互相警策，互相教诫，互相勉励，啊。那么在和，和就是什么？团结，意思就是没有彼此，彼此不会啊，不会这个烦恼，互相折磨彼此啊，互相抗争啊，不会。那么能够怎样啊？啊，这样能够把多余的心就用在学习佛法这件事，先对治错误的观念，那么由正确的观念来引导，而能够有正确的行为。那么这些在身心安定下，那么慢慢佛法越来越深入，那么你的法喜跟法乐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好。那么渐渐不但你可以影响别人，而且最重要先影响你自己，以法摄心，然后以法摄众啊，基本上是可以这样的。那这个要一段期间，大家都要有共识啊。那一个僧团体里面，至少要有几个人有这样的共识。那么，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如果都是为修行来的，那么基本上对于这样的人，那么都会尊敬，都会学习，那慢慢就会受他影响。那影响了之后，那这个人越来越高，影响的人越来越多，那么后面的人就是比较烦恼比较烦恼比较重的人也会渐渐受影响。那么僧团的好处就是多数比较好的人，一开始是少数，像释迦牟尼佛原来只有一个人啊，渐渐影响很多人。一开始是一个比较有力量的人影响周围几个人，然后后来这几个人又影响几个人，就这慢慢啊，一个僧团就多数是比较有力量的人，那么进来的人没有办法，就是比较没有办法，没有力量，或是不知道修行的方向，那么行为也比较有偏差。但是因为在这个比较好的团体里面，大家有共识啊，我们就是六合，那么他就渐渐会受影响。蓬生麻中，不服自知啊，白沙在念，与之俱黑。他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团体中的道理。所以为什么叫做您在大庙睡觉，不在小庙办道啊？因为大庙睡觉，你睡不了太久啊，因为大家你会有几个用功。小庙用功，你用功不了多久，后来你就会因为自己的原因，你自己懈怠啊。其实是这样子的，那么就是彼此有相教相劝啊，这样的功能啊。那如果没有的话啊，大家都有烦恼，也没这个共识啊。那么他有烦恼的，稍微忍耐他一下，因为烦恼也是无常，是缘起的。那我们大家和啊，然后来想办法啊，来帮助这个人，帮助他跨越烦恼河啊。那么想办法给他造一条船啊，这个就是法船。那么因为他的法不入心，法不入心，烦恼入心。那法入心呢，烦恼就不入心了嘛。但是基本上第一个就是他过去的善根不具足，善根就是无贪无嗔无痴嘛，就是对佛法的信心念定慧他不具足，所以他没有能力。那在这一点上，大家要多担待他。比较有能力的人他要多担待比较没有能力的人啊。那比较有智慧的人要引导比较没有智慧的人。一开始很多人都是带着烦恼来的啊，然后带着偏差的观念来的，所以啊，要对这一些人啊，要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也是这样来的，所以多数的人啊，要慢慢带领这个这些少数比较烦恼比较重，比较不知道怎么修行的人。那如果多数都是这种人，那就麻烦了，因为大家会彼此斗争，会反正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啊，大家都是借这个道场来修行而已啊。那你如果不让我修行，我就不让你修行；你不让我好过，我就不让你好过。那这样，就算生活在一起啊，也很痛苦。可是要想离开，又不知道去哪里。那么不离开也是痛苦啊，那个只要勉强过啊，然后就变成这样，就勉强修行。可是
那么修你又没有断烦恼，你又不知道怎么修，因为你不知道佛法的核心，不晓得修行就是要调伏烦恼，结果因为你忍不了啊，境界越来越强，烦恼越来越重啊。那有一天啊，你要不是自己伤害自己，就是你去伤害别人啊，反正就是这样。那么这个是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你不懂佛法，你不晓得佛法的修行核心在哪里啊。那如果啊，如果这种人多了，那就会结合结成党啊，一党一党啊。那么这群人来对付那群人，那群人来对付那群人，那这样就会乱。那么你就会离修行越来越远啊。就是说，头发是每个月，不要说每个月，好像一个礼拜就要剃一次，但是烦恼从来没有离过啊，就是越来越长，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啊。那这个，所以佛陀告诉我们要禅智摩陀啊，就是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要出家，你为什么要跟别人不一样啊？因为就好像你常常要理头发一样，头发长了你就要剃掉啊，你就会感觉不舒服。烦恼多了，就像头发长了一样，你会不舒服，你要剃掉啊。那你要常常一个礼拜就要剃一次，15天就要送一次剑，为什么？天天都要早晚课，为什么？要让你知道那个法。那个律，什么叫做法？什么叫做律？啊，那你要法要入心啊，然后律要铭记，就是说你要知道规矩是什么，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啊。那你了解了这一些，如果别人不知道，你要还是要以法啊。那就是说，多数的人要有这种观念，那么这个僧团久了啊，慢慢，它都自动和和安乐清净。那么你就会有安定的力量，因为你大部分的时间跟精力都在起烦恼。可是佛弟子，真正的佛弟子，以法摄身的，有法的，多数的时间都在对治烦恼，调伏烦恼，觉察烦恼，哎，那个就不一样了啊。所以你就很容易从佛法中得到法喜，因为烦恼就扰动，它叫做。就常常会有忧悲恼了，叫做热恼嘛，就热恼啊。那你就常常不安。那你如果烦恼少，那么你大部分时间会处在清凉自在的状态啊。那当然就安乐啊。那因为这样，所以烦恼不多，当然就清净。那么这样智慧会有力量啊，智慧有力量，这样修一段期间之后，那么你就怎么样啊？有可能。文思修加行慧，那么就可以你又有缘起的正见，无我的正见，那么你大部分时间用来观察缘起跟无常无我啊，而不是大部分时间啊，那么用来感叹啊，那么生气，那么贪爱啊，那么这个哀怨啊，忧患啊，忧悲恼啊，不是这样。那这个是僧团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你如果说好，那我现在住在这里，如果大部分人都没有呢？好，那么你就那个警觉性要更强，因为境界很强。就是说，比如说这里有30个人，假设我只是举例了，不是说你们这个团体，就是说假设有30个人，那里面只有一个人就是你，那你要怎么办？好，那你那个警觉力要很强，因为你左边看。啊，也有起烦恼的因缘，右边看也有起烦恼的因缘，向前看，向后看，甚至你眼睛闭着不看，也有起烦恼的因缘。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就好像你周遭啊，这边有蛇，这边有鳄鱼，这边有老虎，你那个警觉力要很强啊。那这个时候，你只能自己有很强的警觉力，你只能做自我教育，用法来做自我教育。但是如果你旁边有比较好的，你要危险的那个人就拉你一点。啊，你这里走错路了，后面的人就跟你讲啊，你走错路了，总之往右边靠一点，左边是水沟。好，那么这样当然比较安全啊。就是说，大家偶尔都有思念、妄念不正知的时候，都有起烦恼的时候，但是因为团体和合，那团体彼此包容，所以你就走得比较不会那么紧张。那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要有高，你只能做自我教育。要高度的警觉，那这也有好处啊。但是就是你久了，你如果太久了，你很容易疲累啊。那所以一般来讲，就是要至少要有几个啊，也就是说3、4个、4、5个
那么有这种观念那就很好。那么因为我们毕竟是凡夫，那凡夫的状态下他很容易身心疲惫啊，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下。但是如果你一阵子过后你也不会，佛陀刚成道的时候面对这个世间所有的人没有一个是有正见的，他因为但是他已经成佛了，但是我们还没有，所以我们在烦恼的状态下那你只能做高度警戒。那但是你慢慢一部分一部分烦恼入侵，一部分关照自己，让自己的智慧增上。那么一旦到了一个程度，即使外界如何的刺激都没有办法让你起比较粗重的烦恼。所以你看那个恶果薄贪嗔痴，他即使遇到非常完全不合理的境界，他也不会造出恶的罪，因为他已经薄贪嗔痴了。正出果之后，他有一个很正确的观念，所以他这个法已经入心了，所以他在心再也不是说完全没有烦恼，而是不会有很粗重的烦恼。那我们现在最重要要做的就是，你要让佛法入心。那什么是佛法啊？后面就会跟你讲那个中道正法啊，这个讲真正的佛法啊，大概就是在十九愿这里。你要了解那个佛法的核心。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我们说最重要的就是你时常要有那种觉照心，觉察你的烦恼，而且你修行的目的就是要断除烦恼。这个你要很，就是你要一直牢记这种东西。什么时候你起烦恼，你就是你要用功的时候。你什么时候起了烦恼，就是你要特别用功的时候。那你说，那我不起烦恼，你没有不起烦恼的时候啊，见烦恼跟爱烦恼，你一定有我执。好，那我们如果把这个贪啊、嗔啊，这个放在前面讲，就是说，你烦恼很明显的时候，那个就是，比如说你很生气啊，那么你很忧郁，你很悲伤。啊，你担心未来啊，你想到过去啊，那么你心里面啊，那么感觉到啊，那么有不安，或是想到未来，你心里面感到不安，那么这些都是烦恼。那你对于现在的这一些情况啊、人事物啊，你有不满、有怨恨、有嫉妒啊，这一些都是烦恼。那你要看到自己的烦恼，这是第一点。你要看到自己的烦恼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因为什么事你会起什么烦恼。因为很多人非常多啊，烦恼非常多，八万四千烦恼。那么这个是第一点，就是你要养成觉察的习惯。那念佛就是养成觉察的习惯，那四念处也是养成你那种心觉照的习惯，这个是第一点。但是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这样，我们都以为啊，就是平常早课晚课啊，然后中午啊，就我们叫做五堂功课了啊，然后就是念佛、念法、念佛啊、念经、念咒啊，然后偶尔啊拜忏啊，这样就是修行了啊。偶尔打坐啊，不是真正的修行。真正的修行就是烦恼越来越少。我们讲过，烦恼的时间越来越短，烦恼的次数越来越少，烦恼的程度越来越浅。那么你的念佛、诵经、拜忏啊、打坐都没有办法减少你的烦恼，那个是用白功的。所以这些都是为了勤修戒定慧，就是要熄灭贪嗔痴。贪嗔痴是所有烦恼的总称啊，它就是这个目的而已啊。你如果没有把这个目的看清楚，你修行了50年、60年啊，你出家了40年、30年都一样。你就是烦恼的一天一天过，一天一天的烦恼过，烦恼的一天一天过。那么你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你也不知道能做什么，反正就是这样一天一天过，这样是不行。所以要你只要了解了这个，随时都可以再用功。有些人问说，那我很忙没办法用功怎么办？用功不是你有剩余的时间，你有一个专门的时间在那边诵经念佛，不是的，这个也是用功没有错。但是真正用功的是你不起烦恼啊。你像有些人啊，做早晚课啊，听见这个人唱得不好听，他也起烦恼啊。然后他去做文人，他没得做，他也起烦恼啊。那有些甚至在做功课的中间，大家就吵起来了啊。
我以前读书也遇过啊，就大家要做早晚课啊，然后这个彼此不合、啊，然后那个维诺跟那个木云，那个木云答不对啊，啊，那个维诺听也听啊，非常生气，那个欠就丢过去了啊。那这个也很常见啊，我们以前在佛学院就有了。那你做功课是为了什么？我问你，你做功课是为了什么？可是他不了解这个，他觉得这个我只要早晚二课有做，我就能够消信思啊。啊，我供养人家供养我的，我就吃的可以消化，不是啊？做早课晚课，这个目的是做什么？啊，就只是哦，你有诵经，然后诵经的就有功德，就可以回向给谭信护师，哦，那每天就可以安心吃饭，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啊！你有什么功德？那如果你诵了经，那么佛陀就给你功德，你把功德送给他，佛陀直接送给那个人就好了。啊，那为什么你诵经是要做什么？诵经要明理啊，明什么理？明修行的道理啊。诵经明理，净智身心啊，啊，要净化调化自己的身心啊。那你都不明白，你只以为这诵经诵完了，那么就怎么样啊？所以就有功德了，不是啊？功德从心不从声音啊，啊，那么诵经明理是要净智身心啊。那你不了解这个道理，你就以为啊，我就做早晚课就好了，不是？出家人不是做早晚课，要从早到晚都要做功课，做什么功课？做调伏烦恼的功课。那你要先看见烦恼啊，就是烦恼是贼，你要先知道贼在哪里啊，贼从哪里一个门进入啊，贼从哪一个门进入啊。那佛法就是什么？从六根啊，六根门头啊，从眼睛这个门进入，眼睛看到这个人啊，心里不高兴啊，从耳朵这个门进入，耳朵听到这个人讲这个话不喜欢啊，啊，从鼻根这个门进入，从舌根这门进入啊，吃到这个东西开始啊，我煮的时候那么好吃，等到他煮的时候都随便乱煮啊，那开始就什么烦恼进入啊，从哪一个门进入？从六根门头进入啊。那你不会察觉啊，你自然而然的烦恼，自以为然的就是这样，那个就是你起烦恼的路处，所以叫做六路处嘛。你以为佛法讲这个做什么？就告诉你烦恼是从六路处，六根六尘六识，那你的识是跟无明相应的，然后才起烦恼的嘛。那你不知道你的烦恼是从哪里起来，那为你也不知道你起了烦恼，所以你就一直起，才会相续嘛。你不知道那里起火了，你没有看见嘛，所以火就会一直烧嘛。很简单，就是这样。等到烧掉了，没有了，你才发现那已经晚了啊。那通常那个时候都是差不多人要死了啦，可是死了还不甘愿啊，所以又会下一生啊，又会起，又会来。我们要防范这个东西哦，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像我们每一个人都出家的，可以出家其实都是有善根的啊，但是有时候不了解，这个善根被一块黑布盖住了，那个光发不出来，所以现在要把那个黑布拿掉，就是要用法，以法摄身，这个很重要。我觉得大部分哦，现在很多出家众不晓得怎么修行，都以为诵经念佛持咒就是修行，真的不是啊。修行真的是要看见自己的烦恼，然后要对治自己的烦恼，然后你的心力绝大部分都一部分用来学习佛法，一部分用来对治烦恼。那么学习佛法就是要对治烦恼，你要把你所学习的佛法来对治你的烦恼。如果你所学习的佛法没有办法对治你的烦恼，那么你的这个佛法不要学，你的佛法不用学，你把这个经背起来了，那个唱诵怎么唱都会啊，但是你没有因此减少烦恼，那你可以不用学这个，没关系，真的啊。那么如果你所学习的佛法，你可以增加你的善缘，可以增加你的善业啊，就是你的善缘善业从哪里？从你的善心来。你的善心怎么来？从你的善根来啊。那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道理。那如果你没有善根，从哪里来？善根从你理解佛法中来啊。那么它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对治你的烦恼，所以叫做三善根嘛，无贪无嗔无痴嘛。那如果你没有，就叫三不善根嘛，啊，只是这样而已啊。那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好，那这个是先讲到真正的佛法，就
他都在中道正法这边，第三节这边啊，那么就是比较重要的。那但是这一些是，就是说我们讲到和合的僧团，首先我们不是，我们要就是先要跟理合佛法的，跟佛法结合，法跟心要结合，法跟心要结合，佛法你所学习的佛法跟你的内心要做结合，如果没有，那么它通常产生不了作用啊，那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好，我们底下看，所以啊，和合安乐清净，清净就是没有烦恼，没有烦恼叫做清净啊，充满烦恼叫不净啊，努力的修正跟教化，那么有能力了啊，来帮助别人，有能力了再来教化啊，那么不懂的人、不会的人啊、不知道的人，让不知道佛法的人也知道，让不知道修行的人也知道，让不知道重点的人也知道啊，那么让不知道的人知道，让不会的人会，不会修行的人现在会修行啊，那不知道要修行的人现在知道要怎么修行啊，那么这个就是当你有力量的时候，那么你再来教化别人啊。所以佛陀跟无比丘讲四圣谛，此是苦我已知，此是苦如因知啊，此是己我已断，此是己如因断，我是这么修行的，我从修行中得到这样的利益，你也应该这样修行，你这样修了你也可以得到这样的利益啊。然后此是道我应修，此是道，此是道我已修，此是道我应修，我是依这个方法啊，那么得到利益的，那么你可以试试看，你照我的方法这样去修，你慢慢慢慢你就会觉得诶，没有烦恼的束缚，烦恼虽然有但是不太束缚的，你就是你没有被绑的感觉，你还是会起烦恼，但烦恼的束缚不重，那么因为你心中常常都在思维佛法，你不太有热闹，一样发生那些事，一样有这个人讲了一样的那个话，一样有这个人讲了那个话，一样有这件事有这样的问题，但对你来讲你不太升起那个烦恼，这个就是你开始成功了，你的佛法产生作用，那么你的佛法可以在这个人这件事上产生作用，也必定可以在那个人那件事上产生作用，那么就慢慢慢慢扩大到任何人任何事你都能够产生作用，那这个就叫做法力无边，佛法的力量进入到你的内心了、啊，在任何一个境界上任何一个事上它都能产生作用，这个就叫做法力无边，没有限制的，因为佛法从不管你是从眼耳鼻舌身意，那么所面对的色身香味触法上，你的佛法都能够产生作用，明白的知道这一切法是无常的，是缘起的，一切众生是烦恼的，众生是这样的，世间是这样的，修行是这样的，你就很清楚，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算有烦恼也不会太久，也不会太重，也不会次数太多，那你做早课晚课的时候那个是加息，那么让你更理解佛法，因为你专心在诵持这个佛法，佛法里面有道理，那么你知道这个修行的次第，知道修行的方法，那你会关照这个世间，关照自己的心，无欲无欲生心啊，那么关照一切的众生有情世间，那你会很清楚啊，心里面就算有烦恼也不多，这个时候你就渐渐跟法相应，那么你开始会有法喜跟法乐啊，真的你要每天你都要这样关照，那么在做早晚课的时候你也要这样关照啊，没有做早晚课的时候你还是这样关照，因为境界是随时会来的啊，境界像你们坐在这里比较没有境界，听我讲没什么境界，等一下下去啊，尤其在做事的时候，身体又累的时候，身体又病的时候，家里又有事情的时候，这个是最容易起烦恼的时候，事情又接二连三来的时候，我身体又不舒服，事情又接二连三来，那么那个谁谁又不体谅我啊，这个时候是最容易起烦恼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心越怯弱的时候你越要保护，真的啊。可是我们不是，
我们是越怯弱的时候，我们烦恼越重，越是用烦恼来摧残我们自己。那这个就是我们不会觉察。所以你发现到，哎，这个烦恼接二连三的，我已经快受不了，忍不住了。这个时候你要收摄身心，强力的收摄身心，那么关照自己的烦恼，不断思维烦恼的过患，跟要处理烦恼的意愿，叫做未患理嘛。未患理就讲这个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能够让你的烦恼渐渐减低下来。那如果你念佛念咒，那么可以产生作用，那也可以，就是先控制住，先控制住。那但是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很可能就随着烦恼发作了，因为你会产生一条崩溃线，就到了过了这个线我就崩溃了，我没有办法，我不管那么多了啊，我先骂先引先，反正就有一点点歇斯底了，开始会这样。那这个是我们要很注意的。我们其实观察其他的人，也可以发现有些人他就是这样，所以他的法的力量不强。那么你当然不能等到那个时候，你在平常那个境界没那么强的时候，你就要训练你这个心了。你在境界没那么强的时候，你就要做训练了。你不要等到境界很强的时候，你才来观照。第一个，你不会观照，观照也没有力量。为什么？哎，你平常都没在观照，你忽然之间观照没力量啊！所以你看那个消防演习、地震演习、防空演习，都要先演习啊！啊，不然告诉你啊，防空洞在那里，那等一下如果警报响的时候，你就要去那里怎么样？跑到那里去？那个时候你紧张，你不知道往哪里跑，然后就跟着人家跑啊！告诉你那个火灾起了啊，那个防灭火器那里啊，你到时候拿这个去灭火好了，你没有用过，到时候真的火灾来了，你害怕。啊，你不晓得，你已经忘记灭火器在那里，知道灭火器在那里了，也不知道怎么用，就整个丢进去了。啊，也会这样。那么你的佛法也是这样哦，你好好想这个问题，真的。啊，我跟你们讲的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啊，那你修行如果没有这样去体会的话，你一辈子啊，一辈子出家其实意义不大，一辈子用功哦，用不了什么功了。啊，就是徒劳无功了，就是。你是很用功没错，你是很辛苦没错，啊，你时间是很长没错，但是没有什么作用。外道不用功吗？外道用功啊，啊，但是用不到心上去啊，没有正法啊，那个法不入心，而且是那个正法，啊，你不晓得什么是佛法，这个是就是你现在知道了，其实佛法就是对治烦恼而已，而且是对治自己的烦恼，不是要对治别人的烦恼。那么所以你这个要很重要啊，就是要了解。那这个所以会安乐清净啊，因为讲到这个我就讲多一点啊。好，所以生世尊成劝优波里，优波里是持律第一的，那么住在身中，那么世尊也劝啊，劝大家生啊，到身中里面来住，啊，放弃陀罗行而来身中住。为什么？因为大众有力量啊，但是这个是和合的大众，当然有力量啊。那如果是烦恼的大众呢？那个也很容易起烦恼啊。但是大家住在一起了，啊，那么既然都已经住在一起了，就表示有缘，那么彼此要珍惜这个缘，要互相勉励、互相劝诫、互相包容。互相包容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的众生，尤其是大部分的人不懂佛法啊，所以常常都是烦恼中来，烦恼中去。火里来火里去的了啊，那难免有时候烧伤啊，那热了啊，但是这是你如果有力量的，你大家知道了，那么就一件事情啊，如果他正在无明啊，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先包容他，那么过后我们渐渐影响他，但是我们自己要有力量啊，他起无明啊，我本来没有的，后来也因为他也起无明，那谁也不让谁。那就是后来就有斗争了啊，所以你看，即使佛陀的僧团到后期也是一样，早期是没有，后期也是啊，斗争啊，那怎么结魔？怎么结魔？大家都不让啊，所以才会怎么如草护地啊？啊，你不看那戒律里面，因如草护地，即如草护地，这件事情如草护地，草长起来，时间过了就当没发生一样啊，因为什么？谁都不让谁嘛啊，那么所以。一样哦，所以你看有七灭正法，七灭正法啊，那为什么
以前以前没有的，以前哪有证？没有啊，彼此口合无证啊，见合同解啊，但后来就慢慢慢慢有。但是如果我们即使在这样的彼此还仍然有烦恼有证，我们大家要就是主要是因为大家的观念不一样，没有见合同解啊，都是从见合来的。而且五浊恶世，五浊恶世都是从见浊来的，观念上的错误。如果大家有同等，我们都是一群同行同愿，同样以这种修行，在同一个地方，以同样的方法，同样要先趋向解脱的人，叫做同行同愿嘛。那么有这样的概念，应该是大家是一家的，那么要彼此扶持，彼此扶持，彼此帮助，彼此包容，彼此彼此利益，彼此成就，要这样，有这样的观念就容易多了。就是说，你不好的时候，我会包容你，那么，但是我慢慢影响你，气是这样。那你说，那都是我在包容别人，为什么别人不包容我？那你这样就是烦恼化了啊。那因为你为什么都是我在原谅他？为什么他我生气的时候他不原谅我啊？那个就是烦恼化了啊。就是为什么？因为你这样烦恼。你要修行还是他要修行？今天你要修行，你就是要对治你的烦恼。今天好了，今天你跟他较真了，你赢了，那后来怎么样？你的烦恼赢了，你的贪嗔痴，你的贪嗔痴赢了你的戒定慧，就这样啊。你赢了他，实际上不是，是你的烦恼赢了你的智慧。那你目的就是要增长智慧的，你不是要增长烦恼。结果这件事，你的烦恼战胜了你的智慧，你看起来是你占上风，其实不是，你已经堕到下面去了。那么你几次以后，你的烦恼就越来越重。你没有看到这个问题，这个才真正的过患。未来五十年后，谁都不在了啊！这里的人至少都是40-50岁的嘛，给你多一点了，80年好了啊，让你活每一个人活到120岁了。80年后大家都不在了，但是什么在？你80年前所造的业还在跟着你，然后你那个恶缘还在，然后80年后啊，就算一只做猫一只做狗，那猫也会跟狗打架，真的啊。那这做人啊，你就住在我的隔壁啊，偏偏我的垃圾就飞到你那里去啊，你来找我理论，两个人又打架，就是会这样，我告诉你，真的。那何必呢？何必给未来的自己找麻烦呢？让自己未来的业更重呢？烦恼更重呢？是不是？好好想这些事啊。那恶因、恶缘、恶业、恶报，都是从不善根来。不善根都是从不知道佛法、不知道修行的关键处来。那你一时忍不住，就会让你一辈子都在折磨，相互嘛，反复嘛，不知苦之本性，就是你以为这样就解决问题，这样是问题的开始啊，问题的开始，因为你增长了你的烦恼，助长了你的烦恼，那么创造了你的恶业，那么这个又增加了你的恶缘、恶业、恶缘、恶心、恶，那当然就会怎么样？当然就会有苦。就会有这种苦那种苦啊。那你未来的时候，你说为什么都是我在受苦？因为那个时候都是你在起烦恼，都是你在造业。那不是你受苦谁受苦？不是你轮回谁轮回啊？一样。那所以这个观念一定要天天想，常常想，想清楚，想清楚了，我告诉你，你一旦清楚了，你的目标非常明确，你的目标非常明确，这条路走到那里，你不管走多久，你就是走不快，你也是慢慢走，很坚定的往这边走。这边有人在演戏，你也不会停下来看一下，你就往前走了。这边有人在打架啊，在斗狗，你也看一下，你就往前走了。你会受到影响，但不会很大的影响，因为你的目标非常的明确，我就是要往前走，趋向解脱，向解脱。那么更大一点，我要向成佛的路上走。那你不会等一下看到这边的人在演戏、在唱歌了，哇，迷上了，这是无欲嘛？
啊，那这边的人在斗争啊，两斗狗、斗鸡、斗猫啊，你看上去了啊，那你两只高、两只猫、两只狗在打架了啊，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了啊，那你帮助这个，伤害那个，你不会这样，你会有一个很明确的什么，明确的解脱的一个，我可以帮助这些人，但我不跟这些人一样啊，你就加进去里面了、啊，跟他一起看戏，看得很高兴，那你跟他进去啊，帮助这个打那个。啊，或是你两个都打，啊，或是你也被打，反正你就不能往前走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些业、这些烦恼，就像那条绳索就捆住你了，而且是你自己，也许你过去的因缘，也许你现在的因缘，你就捆在那里了，啊，它是烦恼是一条捆仙索啊，捆仙色啊，那你如果没有注意这个，越来越粗，越来越粗，我告诉你是很难修行的，真的，不管你都用功了。啊，你打坐持戒、念佛、拜忏，我告诉你，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烦恼来了，你不知道就是不知道，痛苦就是痛苦。啊，你会觉得为什么我都这么用功了，我都拜忏拜那么多了，我业障真的那么重吗？不是你业障重，是你没有智慧。你一部分在拜业障，拜消除业障，一部分你拜忏在消除业障。一部分你消除业障，拜忏顶多两个小时吧，两个小时不起烦恼，你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增加业障，那你说有用吗？用处老实讲不大，你不晓得业的根源在哪里，业的根源就在你不晓得，业是从烦恼来，你不晓得对治烦恼，你怎么可能消除业障？要没有烦恼才没有业啊，那你都不晓得消除烦恼，你怎么可能消除业障？不太可能啊，所以现在的人基本上都在灭罪灭障，罪跟障是从烦恼来，烦恼是从无知来，所以你要先有智慧，去除掉对修行的无知，你才有办法。第一个，过去的业障不障碍你，就算现起业报，你也欢喜，那么未来的业障不增加。是这样子，这样才是真正能够跟修行连结得上的。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啦，因为重要，所以我会常常啊用像把这个修行的一个理念啊跟大家讲。所以他这里讲为什么讲升起的重要，团体嘛，团体你总是一个人没有那么厉害，总是有看不到的。那么有一些人啊看得到的，他提醒你啊，提醒你。那别人提醒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基本上不管对不对，我们都先感谢他啊。就像子路闻过而喜，子路闻过则喜。那我们没有办法，比较没有办法做到颜回的不恶过，于是不容易。但是我们先做到子路的闻过而喜，那么这个很重要啊，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告诉其他的啊，你应该怎应该怎么样啊。但是要告诉别人的人自己啊，那也要。有一些就是你自己很差，你结果你叫只是叫别人做得好，那这样也没办法啊。所以这个我们大家都要知道。好，我们先下课。好，我们继续来看，他这里说到啊，这个佛啊，那么因为僧团它有它的作用，所以啊，那么佛陀啊，那么也劝优波离及大迦摄，那么到僧团里面来做。那一方面，那么因为他们两个其实都已经证阿罗汉了，其实他们都已经是清净，但是他们到僧团里面仍然有所帮助。为什么？因为年纪大，像大迦摄年纪大，到僧团里面有年轻的比丘可以怎么样？可以做他的侍者，那么他吃的住的有人帮他整理，那么也让这些年轻的比丘学习，那其实还是有帮助的。那么对于已经证阿罗汉的人来讲，他已经清净了，他到哪里都没有问题，但是他可以影响那一些新进的比丘，可以教导教戒那一些新进的比丘，所以他到僧团里面来住还是有助于佛法，让新的人可以学习，其实这样子的。那么就是那么多数好的人影响少数不好的人，那么认识有智慧的人，那么引导比较一开始刚来学智慧没那么多的人，佛法没有那么理解的人啊，所以啊，即使像大迦摄优波离，优波离是持律第一，大迦摄是陀陀第一，
都是大阿罗汉，佛陀也劝他们回到僧团里住。那其实僧团是有作用的，那但是我们现在比较麻烦就是啊，那么大家不喜欢住僧，有些人不喜欢住僧团，是因为僧团里面烦恼多啊，那反而更烦恼，所以变成大家都一个人住啊，我少数人啊租房子住，但是这样其实不是正，就是说也不是说不好啊，但是就是说对于佛法的整体来讲，并不是很适合。因为佛法是一个整体的僧团，好，我们当底下看，所以他这里讲啊，那么说离众的艰苦行啊，就是自己住，然后刻苦在一个地方啊的修行啊，叫做离众的艰苦行。因为苦行基本上都是啊，因为少数有人修苦行的，那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独行独住的多。我们说像闭关这种住疗的啊，住这种僧寮苦疗的啊，那么受到当时东方是王城这一边啊，西方是释迦国那边，那么以央伽是央伽国，央觉国或央伽国，那么央伽国的首都是占婆城，当时也是六大城之一。不过后来佛陀在世的时候，央伽国已经，那他就在王舍国的旁边了啊，已经被毗婆娑罗王啊，就是摩揭陀国的毗婆娑罗王灭掉了，已经变成摩揭陀国的一部分了啊。但是最早的时候是没有的，他是六大城，他的首都是占婆城，那摩揭陀国的首都是王舍城。那么他都受到摩揭陀央伽民间的崇敬，就是那个地方是流行苦行。但世尊戒律的精神是集体的生前，意思是说那些人流行的修行人流行的就是独住苦行，但是释迦佛的团体是生前和乐的生前啊，所以是集体的，它不太一样。生前是佛法在人间的具体形象，所以令正法久住其实就是有一个和乐清净的僧团，其实这样。那么最重要的还是要有法，所以叫做以法摄身嘛。实际是以法，不是以律哦。律是为了法。那么世尊一直在恒河两岸啊，平等的施行教化，基本上都在恒河两岸。啊，南印度那边就佛弟子去了啊。世尊一辈子大概都在恒河两岸这边。那么在迦毗罗卫国，然后下来啊，就是舍卫城那里，然后再下来啊，是这个毗舍，然后再下来就是王舍城，啊，再下去是占婆城，啊，就这样，都恒河两岸，东西两岸。那像毗舍离跟王舍城就是隔着恒河。那释迦牟尼佛基本上都在恒河两岸游化，所以50多岁以后体力差一点。因为太累了，50岁之后他就身体明显的比较累，然后所以啊，释迦牟尼佛大概应该是也大概50-60岁这个时候就常常背痛啊。其实佛弟子你看他很厉害的，其实也是他很生病的，但是他们不以为苦。像舍利弗一直在帮助佛陀弘化，那他是身体是有名的不好，舍利弗的身体是有名的，太冷也不行，太热也不行啊！这《十诵律》里面说到，啊，他有热血病，又有冷风病，冷也不行，热也不行。然后这个像这个佛弟子里面有一些啊，那么其实身体也都不是啊，像就是也不是都很好，但是他们仍然像舍利弗一直在为僧团的事付出。但是因为他是阿罗汉，所以他身苦心不苦啊，他是没有关系的。那我们当然不行啊，我们辛苦，身苦会引发辛苦，辛苦又会身心会互影响。但是我们要把这个影响尽量减到最低啊。那心的痛苦，大部分不是因为身体跟环境，是因为人事，是因为烦恼。那你把这部分的烦恼先降低，然后才有力量，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能够克服。因为你的心力就那么多，所以基本上佛法还是很有作用的。即使身体产生痛苦的时候，
你的高度的集中力以及对缘起无常的理解力，那么有助于化解或是比较不会那么痛苦。其实是这样的。那但是我们因为大部分的心都在人事上环境上，那么耗尽，所以一旦身体起痛苦的时候就会更烦恼。就会更痛苦，就会更烦恼更痛苦，然后更担心。所以一辈子都要担心这些事，其实就是你没有用对方法。好，那我们再往底下看。那讲到这个当时啊，东方的是比较崇敬苦行的，崇敬苦行。不过世尊的是集体的，不是独住的，独行独住的。那僧团是佛法正法九住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它不是个人的。个人的比较麻烦，就是这个个人的带动一阵子之后，这个人走了，那个法就没有了。人在法在，人亡法就亡。但是僧团不是这样，这个人走了，那个法留下来，那么依着这个僧团一直传承下去。人当然也是重要，但是这个底下的人没有依着这个人所传的法，那么人在法就在，人不在法就不在，那这样不行。所以佛陀即使不在了，他的法依着僧团留下来，那么可以一直留下去，登登相续。那这个未来世的众生才能够得到利益。那我们没有解脱的人，下辈子来了还可以遇到正法，还可以遇到清净的僧法。为什么一直传承下来？其实是这样子的。好，所以啊，他说这个世尊啊，那一直在恒河两岸，那五十多岁以后体力差一些。虽然游行教化，但多住在舍卫城。大部分都因为50岁以后体力都差了，佛弟子大部分是这样的。那以前的医疗没有像现在这样啊，到处怎么样就可以去看病，怎么样药那么多，没有，以前没有那么多，所以通常会有很多，就是你对这个苦，身体的苦也有药，也有药啊，但是就是并不是那么方便，所以有七日药，有进行受药，就是这样。然后他又到处去啊，以前游行嘛，这边去那边去，然后所以对面对这个病苦，身边病的病苦，环境的苦，他比较能忍，而且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吃的也简单，所以就算有病哦，病也不是那么多了。好，佛与弟子们的长期教化，佛法是相当兴盛的。就是大概佛法的兴盛，大概是从舍利弗、目犍连之后，佛法就开始越来越兴盛，越来越兴盛。不过在世尊的晚年，也有些不幸事件。世间就是这样的，本来就无常啊，这个叫五浊恶世。即使在佛陀的僧团里面也一样，在佛陀的当时佛在世的那个世界也一样。那有三件事情。那主要在提世尊的晚年啊，有三件事情，一个就是僧团分裂啊，叫做提婆达多破僧，尔的僧团分裂，尔的僧团分裂就是本来利和同心，见和同解，后来不一样。那提婆达多首先提出另外的戒律啊，佛陀是托钵的乞食的，那也可以接受应供，但是他不接受应供，只乞。其实是人家给你什么就吃什么，他不是，他好的不吃，鱼肉卤肉啊蜜啊这些好的他不吃啊。那很多人说提婆达多吃素，不是，提婆达多不是吃素，他是吃苦，就是说鱼肉这些是好的，卤肉蜂蜜这些他不吃啊，因为这些是属于好的东西啊，所以他不是吃素，他不吃鱼肉。是因为鱼肉是属于比较好的东西，所以他不吃。他并不是因为啊杀生的问题不吃鱼肉，他是因为这些是属于，他也不吃卤肉啊，他也不吃蜂蜜啊，这些比较好的啦。那当时认为比较好的他不吃了，盐好像也是，反正就是比较好的他都不吃。那么他提出啊跟佛陀不一样的戒律。那么就是另立一个僧团，主要是这样三件事啊，一个就是提婆达多破僧，
第二个是释迦祖被灭，第三个就是舍利弗跟目犍连先入涅槃。因为舍利弗目犍连是当时的这个僧团里面的最主要的人物，那也是佛陀的左右手，那入灭也对佛陀造成比较大的影响。那其实他已经成佛了，其实也没什么影响，对僧团，对僧团。所以佛法的晚年，佛陀的晚年，三件事：提婆达多破僧，释迦祖被灭，舍利弗目犍连入涅槃。这三件事，好，那一一来讲。世间本来就这样嘛，所以你看，即使是佛陀遇见这些事啊，那第一先来讲，提婆达多破僧叛教，又背叛这个教团，在僧伽中，释迦祖与释迦子关系密切的东方比丘，觉得佛法是我们的啊，那么就是认为啊。这个佛是我家佛，法是我家法。这释迦族的人哦，那么他比较有高傲的这一些习惯，哎，他是刹帝利的，都是皇族的尊贵的。那因为释迦牟尼佛悉达多也是释迦族，所以他就会觉得佛是我家佛，法是我家法啊。那这样，那所以这里说到，觉得佛法是我们的。那么世尊的堂弟啊，那这个是提婆达多啊，那他的弟弟是很有名的阿难，那有了领导僧团的企图，但得不到世尊的支持。那么得不到是因为，啊，当然他底下有解，依世尊的见解，佛法不是种族的、国家的，而是全世界全人类的。不应该以某一个种族为主体，所以佛曾经讲：“我不摄受众，亦无所教令。”就是他是以法摄身的，法跟律，他不是他一个人来摄受这些的，大家都依法。释迦牟尼法依法修行，把这个法教导给他的弟子，大家依法修行是这样子的。那所以说，我不摄受众。我不是领导者，我是教导者。他不是领导，而是教导的，所以他是导师，他不是领导者。那提婆达多是想要领导，他以为释迦佛是领导者，没有，释迦佛也要遵守规矩。释迦佛在结魔的时候也要跟大家说，如果我有什么过失，请大家告诉我，一样这样讲。然后所以他一样要遵守。那只是后来啊，这佛弟子认为啊，这个好像这个整个僧团是整个僧团是佛一个人，不是的，他是法，大家都依法合合住在一起。所以他说，我不摄受众，众就是这个僧团，亦无所教令，我们都是依法的。世尊不以统摄的领导者自居，所以我们要知道佛教没有领导者，只有教导引导的人，没有领导的人。那他是告诉你，那你如果不愿意，那通常有两种，就是愿意听的跟不愿意听，愿意接受的不愿意接受，愿意的他跟他讲愿意就愿意，不愿意他也没有关系的，啊，他也没办法。那也并不是说啊，我是你师父哦，我是这个僧团的领导者，你不听我就把你驱出去啊，赶出去啊，没有这样。啊，佛弟子也有不听的，两个人在吵架，佛陀去劝他们，他也不听啊。啊，那佛陀没办法，自己就去打坐啊，不然怎么办？啊，就回到自己用神通回到神灵里面去打坐。后来想一想啊，这个。很多新来的弟子没有看到佛，可能会心里面会慌，所以他做了没多久又回来叫这些新的弟子。那个不听的就没办法了，因为两个人在吵架嘛。那像那个大迦叶为什么不要回来？因为他常常看见新来的比丘在吵架，特别是阿难的弟子跟目犍连的弟子，经常吵架。然后他讲又讲不听，所以他不喜欢回到僧团。那佛陀叫他跟新进的比丘说法，他也不要。然后我不是不要，我不是不发心啊，是因为这些比丘哦讲不听啊，他不
要啊，你看啊，那有一次，不要说大家是，就算佛亲自讲也讲不听。人在起烦恼哦，真的就是没有理智，佛的话也不听了。两个人在里面吵架，佛陀在里面打坐听到了，哎，怎么这么吵？你来看，两个人在吵架，然后就跟他们讲，你们为什么吵架？不要吵架了，同一事实也如水土，还、啊、怎样？那另外一个就说世尊啊，你不知道这个人怎么口误，怎么口误？他们不讲你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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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了很多。讲完的话，那一个人讲不是这样的哦，那他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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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开始吵了，在佛陀面前吵起来。佛陀又跟他们讲，你们不要吵，有什么事情啊？大家各退一步啊，怎么样啊？又是这样这样，他们就不行啊。他后来就说：“世尊啊，这件事你不要管了，我们自己解决就好了啊。”在立典里面，你看这人一起烦恼哦，这时佛来，你不听了，我告诉你，真的，我在想说，如果我们起烦恼，有可能也会这样。因为他虽然是佛，他就是我的师父而已嘛，啊，就是师尊这件事你不要管，这件事我跟他解决就好，啊，那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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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师尊讲了几次，他不能都讲三次了，讲三次不听就不讲了，啊，没有用了嘛，师尊就说好了，那他就用神通飞去那个到后面那个山里面去打坐，也有不听的，那没办法，那这个众生就是这样啊，啊，你看大家设不回来，基本上也是因为这些心性的比丘哦。素质有够差，但是都是年轻的嘛，你很难说了，因为年轻的哦，年高气盛，那个时候的僧团就是福利比较好一点，因为很多国王供养，啊，所以有时候不会想，那特别需要有能力的人引导他们，啊，但是就是要稍微担待他们，因为他烦恼重，啊，就是没有像以前的人都是主动的，啊，然后主动修行。你不用讲，你不用讲叫我要做什么，那么我就知道我应该做什么。那现在的人就是你叫他做什么他也不太愿意做，做了也是敷衍了事，做给你看的啊，那没办法，以前的根基跟现在的根基不一样，但是我们自己要知道我们应该要做什么，不用人家讲，不用人家讲，自己发心的功德最大啊，那就是勉强应付的这个都这个其实都是啊，那做了其实功德不大的啊，因为你是人家交代你啊，你只是说哦，那我住在这里，我就做的就好了，其他的我就不做了。不是的，你应该做什么你要知道，你有能力你就多做一点，不会是别人啊。那但是就是说，如果你不会想的话啊，你就会计较这个。计较来计较去，就是你看计较到最后就是自己没有福报，没有福报，然后一生的烦恼都跟自己计较了。你要知道做这些都是对你好，那么你有能力，当然依你的能力，你也不要做到这样，别人不做那是别人的事。你不能说、啊、大家都生病，我们都是有病的人，有烦恼的人吗？啊，有烦恼，那么就是或是有穷的人吗？比较没福报的人吗？那你不说，你不能说啊？为什么我生病要去看医生，他就不用去看医生？因为他不看，所以我也不看。你要看医生是你要治病，他不看医生那是他的事。那你说为什么我要吃饭，他就不用吃饭？那我也不要吃，不是啊？你需要福报，你需要做，那你要吃多少你自己知道的嘛？啊，那你就做你应该做的。那么这个观念你要只知道。其实你在僧团里面就很好过，不管你做什么，这个就是你应该要做。那么就算没有人教你做，那么但是你觉得这个需要做，你有能力有时间，你就去做啊。当然你不要去做到别人的，别人会起烦恼。但是你可以帮别人啊，其实是这样的。那你有这个观念，那么你慢慢这样。一天过一天，你的福报就一天比一天增加，你的智慧就一天比一天增长，其实是这样，你的善缘就一天比一天深厚，啊，你的障碍就比较少，你的助缘会比较多，真的，那要一阵子过后，要一阵子。好，那我们讲啊，他说他这里讲啊，就是佛陀是引导，佛陀是引导教导的人，不是领导的人。那提婆达多他想要领导这个僧团啊，那但是佛陀不是领导他，所以他说他跟提婆达多说，哎，提婆达多是烦恼的人，
他又没有正果。舍利弗、目犍连，他是实际上佛的主要的大弟子，左右手。他不是最初出家的。如果要照戒腊，如果要照戒腊，舍利弗要排在一千多人以后，三迦舍就有一千人啊。那前面还有六十三个，一千零六十三之后才是舍利弗、目犍连。如果要照戒腊，那要排到很后。但是他不是，他是以德以德，所以智慧第一，所以他是在旁边的左右的啊。那么大概是除了大迦舍之外，他们两个是最主要的。好，那大迦舍就是独住的嘛，所以僧团是以舍利弗、目犍连为主的，但是并不是他们，他们也是依法摄生的。好，那所以啊，这个佛陀曾经跟提婆达多说。说我都没有交给舍利弗、目犍连啊，哪有可能交给你？那提婆达多所幸于五百初学比丘，脱离佛法而自立教见，另立无法，无法是道，说苦行。所以提婆达多是修苦行，他不吃鱼肉，只是他吃苦，不是因为他吃素啊。那么说无法是道。那无法基本上就是啊生活上的戒律上的规定而已，就行住坐卧，他起食，树下住，他不住深寮，深寮比较好嘛，啊树下坐，啊那么常起食，他不接受应供，啊然后也不吃鱼肉、蔬、乳酪、啊、这一些比较好的东西，啊就是基本上都是比较属于刻苦的这一部分。那因为当时的风气就是崇尚苦行，认为苦行就是修行，所以提婆达多的无法啊四道，就是这种苦行也吸引了一些人，认为提婆达多比较有修行。为什么？他吃的比释迦牟尼佛不好，释迦牟尼佛人家应供都是好的啊，但是他也不经常接受应供，偶尔才接受应供。然后他穿的，他一定穿粪扫衣。其实这个提婆达多不穿一般的比较好的衣，他一定穿粪扫衣。穿的就基本上都是食衣住行，吃的一定是起食，而且好的还不吃。那么这个穿的一定是穿粪扫衣，那比较好的布也不穿，整块的布不穿，一定是人家丢的起来用的，一定是要那一种。那后来佛陀弟子不一定是这样的。开始没有衣服的时候粪扫衣，后来国王供养的不要太好就好啊。那么这个穿的是粪扫衣，住的不住寮房，他一定是住树下住，树下睡，树下坐啊，一定是这样的。那这个过的生活是比较刻苦的，是比较刻苦的，所以也吸引了很多，因为当时就是崇尚苦行嘛。然后你看那个悉达多，就是也开始修苦行，六年的苦行，后来放弃苦行，无比丘就不护持他了，认为他就是放弃修行。那其实苦行不一定，苦行是修行，但是依苦行是不能得解脱的啊，这他们不知道。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你看东方的，基本上很多人是崇尚苦行的，即使到现在已经2500多年，印度还是崇尚苦行。那苦行味道很多了，现在你去还都看得见啊。那所以啊，那么在这个破身事件中，啊、吸引了五百人是很多的意思啊，很多人跟着，很多人都跟着提婆达多离开僧团啊，以提婆达多为另外一个心腹啊。你看提婆达多都没有解脱，也出国都没有，这些先进的比丘不知道在想什么。佛是已经成佛了啊，但是。他愿意跟着提婆达多，认为佛比较没修行，提婆达多比较有修行。你看这些人不知道想什么，就是没有观念，没有正见。后来舍利弗跟目犍连去劝回来，把多数人劝回来，但是还有少数人跟着提婆达多。啊，其实这是当时的那一件事。这僧戒律里面记载非常多这种事。好，所以啊，他说。在这个破身事件中，世尊受到了实质打击而阻止出血。其实就是提婆达多要害佛三次都要害佛
啊，一次是用坠像，啊，然后一次是推那个石子，啊，那石子掉下去的时候，啊，那么并没有打到啊，但佛陀经过那个山谷，他在山顶上用很多石子，然后请人家把石子推下去，石子掉下来的时候，那个石头蹦开，化到碰到释迦牟尼佛的脚，释迦牟尼佛的脚出血，所以这个叫出佛身血，即是这样。那虽有舍利佛与目犍连说法，而使初学者回归到佛法的深浅，就是刚出家的不懂啊，被悉地婆达多说死啊，教团开始分裂，那么影响于未然。那后来就分，一开始是因为提婆达多的因缘啊，是因为戒律上，后来也是因为大家对戒律的看法不一样啊，又开始分。那也有后来就是因为观念上。分成部派。好，那么第二个啊，这是第一件事，这提婆达多破身在佛陀晚年的时候。第二件事，释迦族被灭啊。那么释迦族早已成为乔萨罗果的附庸啊，就是乔萨罗果是波斯匿王。那这个在过去就是迦毗罗卫国是释迦族，但是他是依附于乔萨罗果，所以也因为这样是。波斯匿王去到迦毗罗卫国的时候，要迦毗罗释迦族派一个公主嫁给他，要因为其实他是他的附庸国，所以他要你派一个公主，就派你们释迦族一个女人来嫁给，就是国王的一个女人啊，就释迦族的一个女孩子嫁给他，让他做王妃了。然后释迦族是很傲慢的，释迦族都自以为是啊，比较多。那后来其实也是这样，所以后来僧团哦，只要是释迦族的都不收。你看释迦族不是比较高贵吗？没有，比较高傲，不是比较高贵，所以释迦族的都不收，不收释迦族的，因为麻烦啊。然后在佛陀时代就有啊，佛是我教佛，策略就这样，禅陀就这样，佛是我教佛，法是我教法，你不要教我要怎么做，应该是我教你要怎么做。你也不要管我，我也不要管你，那就很麻烦啊！这僧团戒律都不行，没有办法啊。那到了后来僧团甚至制定规矩，释迦族都不收，只要是释迦族我都不收，因为自以为高贵，所以就傲慢啊。那么所以没有办法融入僧团。那我们说到这个释迦族被灭，当时波斯匿王。啊，要这个释迦族派一个公主嫁给他，释迦族的人不愿意，这个就叫做和亲了。啊，西藏文成公主就是这样。中国历代和亲的有非常多，几百个人，大多数都不是真的。啊，好像根据记录了，啊，好像有被他90%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公主。啊，那释迦族的和亲也是假的，他就派那个茉莉夫人。茉莉夫人不是释迦族，茉莉夫人是。释迦族里面那个摩诃男，摩诃男的弟弟是阿那律，啊，他就摩诃男家的婢女，摩诃男家的婢女冒充释迦族的公主嫁给波斯匿王，那个就是茉莉夫人。那茉莉夫人后来也很厉害啊，那生下茉莉夫人跟波斯匿王生下琉璃王，但是琉璃王生下来的时候。波斯匿王把他这个琉璃王送到迦毗罗卫国释迦族里面，跟那些王子一起学习。那波斯匿王不知道茉莉夫人不是刹帝利血统，他不是王族的血统，他也不是释迦族的人，但是所有的释迦族人都知道了。波斯匿王不知道，因为他就是迦毗罗卫国是他的附属国啊。他说：“你要派一个公主来给我做太太就是了。”啊，他们都不愿意嘛，他高傲嘛，这释迦族很高傲，不愿意。那不愿意又不行啊，不能得罪他，得罪他，因为你是他的附属国啊，啊，你得罪他会被他给，会让他赶快把你灭了，你都没办法啊，所以没办法啊，就又把摩诃男家的婢女冒充成释迦族的公主，嫁给波斯匿王。啊，不过茉莉夫人也是很厉害的，然后他把后来这个波斯匿王把琉璃太子。送到迦毗罗卫国，跟这些跟他们的人一起学习的时候，
因为大家都知道莫尼夫人是，因为印度人哦，印度人种姓观念非常重啊，那么对于那一些比较低下种姓的人哦，都认为他们不洁不净，所以都不愿意跟他们一起。但是他是国王的儿子啊，他又没办法，所以大家都嫌弃他，都称他是贱种卑女生的，因为莫尼夫人是卑女啊，虽然他现在已经皇后，但是他的血种、他的种姓啊，没有办法改变，所以都很嫌弃他，认为他不洁净。也因为这样，特别是这个佛陀啊，要回到迦毗罗国说法的时候，回到故乡说法的时候，那么净化王为他盖了一个讲堂，释迦祖为他盖了一个讲堂，新的啊，那大家在里面打扫，包括琉璃太子都进去打扫。那么因为他长期就被这些释迦祖的人轻视、鄙视，然后有一天他进去打扫。他也被进去打扫，打扫完了之后，他就先坐上那个位置，那有一个讲堂，有一个座位，要释迦牟尼佛要回来的时候，要给他说法讲堂。结果那个琉璃太子就先上去坐了，然后大家看到就把他拖下来，然后把他打，而且骂他。后来他就受到羞辱，就跟旁边的大臣说：“你要把我记。”啊，等我做国王的时候，我一定要报仇，啊，所以才会有释迦琉璃王三次要灭释迦族。第一次带着军队去，佛陀在树中间坐在一棵树下，啊，然后那么这个说没有树叶的树下，那印度很热，那琉璃王还是敬重释迦族，那么就知道了，他说你为什么不坐在有树荫的树底下？他说青竹就是我的印，树印就是我的印，就是他们都是就是帮助他成长到他成佛，其实他都是有一点，就是当时的青竹是有助于他这个修行的。好，那么叫琉璃王就知道了，就回去了。然后但是旁边的大臣就提醒他，因为他叫他要提醒他，等我做国王的时候，我一定要讨回这个公道啊，所以第三次佛陀就不，三次之后佛陀就不遵旨，然后就去灭释迦族。就是因为释迦族的高傲，那么当时就是言语上的羞辱啊，那么这是琉璃太子。那也因为这个莫莉夫人的原因，那莫莉夫人是就是跟她是卑女嘛，然后嫁给波斯匿王，那波斯匿王他是国王，他就要释迦族派一个公主嫁给他，然后大家不愿意，所以才把摩兰家的卑女冒充公主嫁给他，就这件事了。好，那所以他说释迦族早已成为乔萨罗国的附庸，在世尊晚年终于为乔萨罗国的军队所毁灭，就后来琉璃王灭释迦族。那释迦族地少而人少，那在旁边而已啊，在强邻的兼并政策下是无可奈何的事啊。最后甚至是乔萨罗国也被摩揭陀国所灭，阿者士王也灭了乔萨罗国啊，就打败了毗尤里。那佛陀时代其实波斯匿王跟这个阿者士王就常常在打仗。有时候是多次是波斯匿王赢，阿者士王输，那有一次就是又把他放回去了啊。后来这个乔萨罗国的波斯匿王被他的儿子琉璃王篡位，因为他们两个都是佛教道路，就是乔萨罗国的波斯匿王跟摩揭陀国的毗婆娑罗王，但是这两个都有出了一个不孝子。阿者士王篡位，就把毗婆娑罗王关起来，关到死。然后这个琉璃王那么也是篡位那么在佛陀，在这个他在波斯匿王跟莫莉夫人去天津的时候，那占据了王宫，然后这个派军队把他们赶走。有几种说法，那其中一种就是不让他们回去。那这个波斯匿王跟莫莉夫人逃到那个迦毗罗国，然后就死在迦毗罗国，这是其中一种说法。好。
那这是当时的一些事。那所以他这里讲啊，他说在强联的兼并政策下是无可奈何的事，目睹祖国与亲族的不幸，世尊也不能不有所感啊。那这件事情在律上也有记载，释迦祖被灭之后，佛陀还曾经带着阿难啊到释迦祖的所在地去走一圈，去看一看是怎么样，结果尘破人死啊，满地哀嚎，就很可怜。那么佛陀就这样走，那么这个阿难就在旁边，阿难那个时候只正出国而已。那释迦佛是很安定的走，阿难一面看一面触目惊心，就情感上，因为都是他的兄弟姐妹，他们的家族，他们的家人啊，那没有出家的基本上都死了，要不然就逃掉了，有一些人逃到西藏啊这边去啊，往方有这边都往有的逃掉了，那这是大多数都死掉，而有一些逃命。啊，剩下的都是啊死伤的活在里面，就是迦毗罗国被杀。那佛陀就跟走一走，就跟阿难讲：“阿难，我常修空三呢，就是这些境界其实都是啊无常缘起。”那阿难因为看到这个景象，很多死人啊，这尸横遍野啊，那个城墙都破了，他看到触目惊心了。那个不是别的地方啊，那是他自己的家园啊。啊，那自己的亲人家人啊，这以前死在那里啊，所以阿难看得触目惊心啊，就忘记佛陀跟他讲什么，忽然间回头过来，啊，才想到佛陀，你刚才是跟我讲你常修空三昧是吗？他有一点点心受影响。那佛陀在这个时候就跟他讲，我常修空三昧，就是看待一切境界啊，其实都是什么呀，无常无空，啊，其实这样，啊，其实他都在教阿难，可是。那个心情啊，除了阿罗汉之外，其他的啊，出国二国三国都还有啊，尤其是出国二国都还有贪爱，对世间的贪爱啊还没有断，所以难免心情会受影响。好，那这是讲到释迦祖被灭这件事啊。那你看，即使是释迦牟尼佛福报那么大，功德那么大，有一些事情他也没办法阻止。他曾经想要阻止毗琉璃王，琉璃王去屠杀释迦族，没办法。那发生了，他又能怎么样？那世间就是这样啊，众生就是这样啊。那他的弟子吵架，他劝不来，他也没办法啊。啊，那个大家是非常尊重他，他大家是你晚年回来，他也不要。他能讲什么？那你像佛呢？啊，他也不是事事如意啊，佛都是这样啊，你还能够说我，哦，为什么我怎么样？你的经历都没有佛那么多啊，佛也是背痛啊，啊，那也是经历很多事啊，但是他一直保持着平静的心看待这些事，一切都是缘起，一切都是无常，啊，一切都是，所以世间是苦。好，那这个是第二件事的，第二件事，第三件舍利佛跟目犍连。入涅槃，这个大概在佛陀入灭的前两年到三年，舍利佛跟大目犍连成为双贤弟子啊，做左右弟子啊。那目犍连比较重在对外，舍利佛比较重在对内，调伏外道啦，啊，对外啊。然后目犍连，舍利佛比较注重在对内啊，教化这些新来的比丘啦，啊，僧团的这些处理这些种种的事啦。在世尊晚年游化各法，使佛法得到正常的开展。佛陀的弟子里面，佛陀在世的时候帮助佛陀弘化的最主要的两个人是舍利佛跟目犍连。佛陀入灭之后，就是佛陀入灭之前最主要佛法的大将是舍利佛目犍连。佛陀入灭之后主要的人护法大将、弘法大将，主要是大迦叶跟阿难，所以你看那个佛像旁边哈，那么要不是大迦叶跟阿难，就是舍利佛、目犍连啊。当然，我们后来就有所谓的菩萨啊。那么早期的佛弟子是要佛灭后的代表，就是大迦叶跟阿难啊，像
屏东祥林寺、啊、旁边就是大迦摄跟阿难，这佛灭后住持佛法的代表，佛灭后住持佛法的最主要的两个人，佛在世时住持佛法最主要两个人，舍利佛、目犍。好，那他说，但不现目犍连为婆罗门所袭击，啊，那就是一般叫做持杖怪盗，啊，伤重而死，打到头破血流。目犍连不是有神通吗？神通也会被打，啊，有些神通那个时候就发不起来，像这个阿罗汉也有一些事啊，他并不是你证了阿罗汉哦就有天人护佑啊，没有。不是啊，不一定啊，有些业要受也是要受啊。那有一些有神通，他也不一定发得起啊。有一个不知道，有一个比丘也是阿罗汉，那么他的儿子好像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要杀，那么他不希望他的儿子犯了这个杀父以及杀阿罗汉的逆罪，所以就要用神通飞走，飞不走，那个时候神通发不起来，你看啊，所以目犍连因为这样。啊，就用神通归回去，那么要跟这个舍利佛跟佛陀说要入涅槃，因为身体已经没有不堪负荷了，要入涅槃。啊，那后来舍利佛就说你先不要入涅槃，等我入涅槃你再入涅槃。那舍利佛就回去度他母亲，没有之后就入涅槃。既然他后来这舍利佛目犍连都入涅槃，要跟佛告诫他入涅槃，其实这样。啊，像另外有一个。死得比这个目犍连还惨的。目犍连被打到头破血流，就是全身都烂掉了。他是用神通归回来的。然后所以他入涅槃。他支持不久。啊，因为那个是业报身。那如果他真的要的话应该也有办法。但是身体已经是这样的。那另外有一个比目犍连死得还惨，叫做迦留陀夷。那迦留陀夷是度众第一啊。渡了一千家，渡到第一千家的时候，啊，被人家杀了，丢在头砍掉，整个身体丢在粪坑里面，啊，因为怕被发现，丢在粪坑里面，那个尸臭不会被发现，啊，尸体会烂掉，但在里面也没有人知道。那迦留陀夷，啊，用神通归回来，一样啊，那一样是入灭的。那所以即使阿罗汉有时候业报来了也一样。那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你这个都是因为他过去的业他也难一定要受报，成熟了一定要受报，你不能不受报啊，要入涅槃之前要受报。好，所以他这里讲啊，那么他说这个目犍连伤重而死，舍利佛也回故乡入灭。他回故乡是要度化他的母亲。舍利佛母亲，舍利佛的父亲是谁呢？舍利佛的父亲当时应该是怎样？舍利佛的祖父是非常善于辩论，他们一家都很会辩论。那么这个有一个婆罗门也很会辩论，舍利佛的祖父跟那个婆罗门辩论啊，然后辩论输了，所以就把他的女儿嫁给这个人，他的女儿就是。舍利佛的妈妈，那么跟这个他叫做提舍，所以舍利佛如果用他妈妈用他爸爸的命叫做优婆提舍，如果用他母亲的名字叫做舍利佛舍利子啊，其实这样福是福多罗子的意思，舍利的儿子啊，或是这个提舍的儿子优婆提舍舍利福多罗啊，那这个提舍跟舍利佛的爷爷辩论。电影了，所以这个舍利佛的爷爷就把他的女儿嫁给他，那他们两个人就生下舍利佛，那总共生了七个小孩，四个男的，三个女的，七个都证阿罗汉。那舍利佛的母亲有七个阿罗汉，但是他不信佛啊，你看啊，那后来舍利佛要入灭之前，因为目犍连要入灭，所以他就说要入灭，然后入灭之前先回他家度他妈妈。度他妈妈，你看这个也是舍利佛这个人实在是一个很值得赞叹的人啊！他因为马胜比丘而能够依佛法得解脱，他一生是马胜比丘为老师，去到僧团，马胜比丘先问马胜比丘在哪里，先去顶礼马胜比丘，然后去顶礼佛，然
然后马圣比丘如果不在，会问他到哪里去？哦，他到哦，比如说他到台北去，就往北方顶礼马圣比丘。舍利佛那么厉害的人啊，你看他那种感恩的心，然后这个回要度灭之前，先去度他的，先去度他的这个妈妈。那舍利佛有一个弟弟叫做纯陀沙弥，然后后来纯陀也是成熟是很厉害的，7岁就证阿罗汉，那么大概是最早的，7岁证阿罗汉大概是最早的。那么另外有一个弟子啊，他有时候来一个弟弟叫做离婆多，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叫做优婆仙呐，被毒蛇咬死，在打坐的时候被毒蛇咬，啊咬中毒了，快死了，他就去跟舍利佛说我要入灭。啊，他说因为我被毒蛇咬了，这个报身之耻不解。他说你被毒蛇咬了怎么都身体都没有什么变化啊，因为他用神通力定住。但是他不久就会这个业报身就会有身体就开始会变，所以他说他要露面。那舍利佛一家都是厉害的。那我们看啊，就把这个稍微讲一下。那所以后来舍利佛回故乡露面，对佛法的开展是不信的。因为舍利佛跟目犍连其实在佛法上面僧团的稳定跟佛法的弘扬上面是非常有力量的。那没有了舍利佛目犍连，所以有一次佛陀在说法，舍利佛露面跟目犍连露面没多久，佛陀在说法就说，讲堂虽然有这么多人，但是没有舍利佛跟目犍连，感觉这个讲堂空空的。虽然很多人哦，但是没有了舍利佛目犍连，那感觉就不一样，真的。所以舍利佛目犍连对佛法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说，若彼方有舍利佛住者，与彼方我则无事。就是舍利佛会做很多事，那世尊就比较不会那么忙，那么因为他在，就等于佛在。我观大众见于虚空，与舍利佛目犍连般涅槃故。我身闻弟子为此二人善能说法，教戒教授。所以然后有一次讲堂很多人啊，佛在说法，他说这么多人，但是感觉空荡荡，为什么？舍利佛目犍连已经不在啊，所以虽然很多人，他们感觉没什么人，因为只有舍利佛目犍连这两个人。其实佛弟子很厉害的很多啊，迦旃延也很厉害啊，律利第一啊，富罗那说法第一啊，但是都不在佛身边，都不在佛身边。迦旃延回他故乡，那么苏罗那其实很早就入涅槃，回他故乡说法，苏卢那国，迦旃延到阿盘提国，那么这些都在外说法。那晚年的不幸事件接踵而来，你看一件接一件。如果你看我们一般啊，那么几件事情我们就受不了了。那佛陀这些都是对他来讲都是大事情啊，但是当然他已经成佛了，这些事情啊，那么对他的还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但是也不能说完全没影响啊，所以他才会有点感慨啊，这个我这里这么多人，但是感觉空空的啊，因为他的左右手没有了。那世尊始终以慈忍理性来施予，这个是最重要的。就对于不合理的，那么你以慈悲忍辱，慈悲忍辱来看待这些人事物，啊，那么很理性的来解决问题，啊，所以这个就是世间就是这样，啊，你还能想怎么样？那你在五浊恶世修行，你就要叫做 Om Mani Padme Hum， 像莲花怎么样，出污泥而不染，那这个心要像明珠一样，不要因为境界而失去本身的价值。不失去本身的光明，啊，然后用像明珠一样的看待这个世界，像一朵绽放的莲花一样，绽放你自己的漂亮、庄严跟芬芳，然后来看待这个世界。在污泥里面，啊，本来就要这样。那你要让你的法，你要让你的法入心，啊，那像莲花一样，叫做妙法莲花嘛，啊。那你要像一朵莲花，那么绽放在这个世界，因为有法。有妙法，你才能庄严，身庄严，心庄严。那么这样，你才能庄严国土，成熟众生。要先庄严身心，要先庄严身心，影响你周遭的人，
首先要用佛法来影响你自己，庄严你自己的身心，那么你那种庄严才是摄受的，其实是这样的。好，那这里我们说到这个世尊晚年的三件事，那后面就讲到世尊入涅槃，然后后来就讲到重点叫做中道正法，这个是佛法的一个核心。好，那我们今天先想到这里，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